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中观论选诵讲记》，那么第169页啊，倒数第三行啊，进入另外一个偈颂。那么因为我们在第三这个部分呢，都是在契实相，有没有契合实相啊？契合实相，那这个实相就是我们不习惯的，因为我们很习惯什么颠倒相。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其实充满了颠倒相，哎，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这个有相是什么？有差别相，能理解吗？而《金刚经》是不是一直教我们说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啊？为什么无差别相？圣者看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是怎样？是平等平等之相，而我们看到的是怎样？差别差别之相，所以叫做颠倒相，这样理解吗？哎，所以我们会不习惯实相，但是我们也必须学习，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心向往之啊，也就是说，哎，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如果我们慢慢的放下了凡夫的特性，啊，我们的凡夫特性是怎样造成的呢？自信妄执造成的。自信妄执越严重，表示我们的果位越低；自信妄执越不严重，表示哎是在慢慢的提升当中。这样理解吗？能够来到了圣者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现象？那是不是就是实相的现前呢？所以一定要透过观无我、离系论，是不是才能够契实相？这个都还只是第一大奥僧祇劫啊！我们是不是要不要先把第一大奥僧祇劫能够做的啊，能够很踏实、很扎实的来信啊，等于解行并重，才有机会的啊，也才有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在三大奥僧祇劫的这个修行里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处在第一大奥僧祇劫里头啊？这个就是实相啊。我们要能够契，那是不是就是要透过什么？这个要离系论。不是这个时候才离，其实在过程中是不是就一直在离啊？如何的离呢？其实就是无我，就是要观无我嘛。所谓的观无我，是不是般若道上也是在观无我啊？观性空嘛，啊，那这都是一致的，菩提心。对不对？啊，所以越是无我，表示果位越高；越是有我，是不是就一直往下掉啊？啊，其实就是一直往下掉嘛。啊，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说，哎，这里的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就真的要透过什么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能不能现前啊？实相般若能不能现前？那就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只能怎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是要耕耘的对呀，啊，方向必须要正确哈。好，所以第169页倒数第三行的本文哈，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啊，达于诸法实相者的那个时候是怎样？心行言语断了，啊，已经也不起心动念，也不就说，哎，也不是语言能够怎样，能够论断的，啊，这些呢都停息下来。为什么能够停息下来？是不是就是用定，啊，用修定的方式去把第七意识的什么那种具生我执能够扶住？解决，先解决我们的分别我执法执，对不对？啊，是扶助他的，
所以心行言语断了，那么这个时候所证得的就是无生亦无灭，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啊，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我们那个心经不就讲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没有三对的不二，而这里也就是不生不灭境界的现前。那是不是也同时也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境界的现前啊？也就是说本来相对的两种现象当中是不是融然一体，而且怎样平等平等相的现前，表示怎样生灭的平等呢？而我们过程中是不是一直生灭不平等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都生灭不平等？大家都爱生不爱灭啊，是不是？大部分啊，当然也难免有特殊状况啊，比方我也希望我业障灭啊，业障不要生，对不对？啊，有时候当然要看角度了哈，但是我们习惯上大概都会想要生而不喜欢灭，哎，那。所以我们说这里生灭如何平等，是不是就是要从不平等当中来达于平等啊？这是我们在世间用相来思考的时候啊，用相来思考它就有局限性，而且是对立的现象。所以呢佛陀就教我们要怎样深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啊，要去打破生灭的界限。好，为什么生？因为这个力量强。为什么灭？因为这个力量强嘛。其实生灭是不是融然一体的？生灭不是两件事情，其实它是融然一体的事情，是生灭平等平等相的现前。这里所以叫做无生亦无灭，它所呈现出来就是生灭的平等相，也因为平等才会啊，这个才证得涅槃。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不是也叫做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啊？啊，我们刚才从现象上来讲的话是什么？初分别，在现象上对立的两个现象是不是很粗浅的、啊、其实只是看到表象而已，叫做初分别。而我们能不能提升上去，是不是就是要细分别、啊、初分别是在果相上的分别，而细分别是不是在法性上的、啊、法性空慧嘛？到这里叫做根本无分别。根本无分别才是真正的平等啊，只要有点分别就不平等哦，是不是啊？所以要从粗到细才可能来到这儿，就像铁杵磨成绣花针，绣花针再磨下去连针都没了，是不是就是如同细粉一样。好，所以呢我们说那个细分别就变得很重要。细分别在因缘法上面其实也等于是在因缘啊。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没有透过因缘法是不可能往上提升的了，这是一个必然的 必要的条件呢，一定是透过因缘法才往上提升，因为透过因缘法里头它充满了平等性嘛，我们才可能往上提升，因为放下自信妄执才能呈现平等，呈现平等是不是才能够上得去啊？要能够放得下才上得去，放不下就上不去很自然的啊、哦，越是自信妄执深厚的是不是就越往下掉啊？越往下堕落哦，就会越往下堕落嘛。所以所谓的涅槃即净啊，涅槃即净是因为平等才即净，而我们因为不平等所以我们不即净，对不对？
看到很多差别相就起心动念啊，就会情绪化，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能够慢慢啊学着深观因缘法，才能够摆平得了我们的心，而不是用现象来摆平现象，那是摆平不了的，压了葫芦起了瓢。哎啊，比方两个人吵架啊，这个甲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啊，我们只能针对甲的问题，不能说乙不对啊。来的人本身都有不对的成分，对不对啊？其实要针对不对的这个因缘来说，而不是去加强哦，很赞成你说他不对，哇，那个结果事情越弄越大，是不是啊？所以呢，要去平息现象的争执，唯有从因缘法，其实也唯有从因缘法来下手啊，就是哎，检讨嘛，检讨可能在这个之前之间有什么不对的一些想法或是做法，那这些透过检讨是不是也比较能够消弭我们的那个不平的心呢？啊，在方面呢也能够未来啊，万一哎这些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我是不是才有改善的机会啊？知道错在哪里啊，就有改善的机会了啊。好，那我们看解释哈。老师的解释啊是很不好读的，所以我们也只能逐字逐字的来读了哈，因为导师真的讲得很深，不过也才能够体会得更深一点哈。好，那么实相亦无我相可得，有没有啊？其实呢，所谓的实相，我们前面就讲嘛，所谓实相是什么？无我无非我，有没有啊？它必然是不落二边的才叫做实相，它是平等平等相，因为它是平等平等，平等平等是不是也都是在二边当中呢？那么本来是会是对立的，而去消除了对立啊，让它融然一体，看到因缘法它其实是平等平等的啊。所以呢，所谓的实相呢，它并不能只有落在无我相上头啊，不能去执着无我啊。若见无我相，则无我相亦非什么实相，因为落到一边去就不对了啊，就不对了，就等于是有所执着。那一旦有执着，那个实相就出不来啊。所以我们说要达于实相，那是不断的去脱落掉我们的执着呢，是不是啊？在自信妄执的那个成分要慢慢慢慢慢慢的去降低，当然不是到完全没有，但是起码透过慧其实有提升的这一份力道，但是还是要透过定，有没有，它才可能验证得了。好，好，那么所以这里讲说，然则实相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呢啊？那诸法实相其实是三圣圣者所证的境界，声闻缘觉跟菩萨，对不对啊？在那个成佛之道来说的话呢，要通过啊，要达于声闻缘觉菩萨，这个都是一个必经之路。这个部分，这条线，这个是人圣天圣的一个顶啊，那个最高点了，世间法里头的嘛。一旦过了这个，是不是就是有释出的能力了？三圣共证，三圣共证哦，啊，是必然，这个一定要达于什么实相，大圣小圣是不是都要啊的圣者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境界的，而
在证此境界的时候呢，心行还有言语皆断了。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此非什么言说的境界，也非思想所及的。言语道断之外，连思想都得要平息下来，所以他必须有定，他一定要透过定暂时不起。凡有思想，那么也在语言上打转，虽然没说出来，但是我们的那个心理是不是还在作用啊？叫做心行啊。心行语言，言语都得道断啊，都得断的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去体悟到实相。所以体悟实相者呢，心行语言都不现前，所以这个名为不可思议境界。这个就真的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所能想象得到的。就是究竟是什么呢？什么样子的境界呢？到了就知道。但是过程我们一定，在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走对路了。路线一定要对，是不是就有机会到啊？就像爬山嘛，到半山腰到底是什么样景色，是不是到了就知道啊？在上面的人不断跟我们讲也没有，只能让我们在下面想象，但是我们没到那里是不是还是看不到啊？其实还是看不到，一旦到了，但是路一定要走对，我们是不是才上得去啊？所以那个叫做不可思议境界。如果是可思议，何谓可思议？就是我们的心行言语是不断的，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不是心行语言都没断啊？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都还是一种可思议的境界而已啊。所以呢，这种实相殊难理解啊，太非常困难的，是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所认识的都是心行语言不断的啊，不断的在作用，而形成出我们认识的境界啊。所以呢，这里也等于是都是我们根境是三者合在作用的状态嘛，才看得到什么境界啊。所以我们所凡是我们认识的境界都是我们的对象啊。所以平常说的诸法实相是以实相为我们所对的境界啊，那就等于我们平常认识的境界。那实际上我们因为还没到达那里，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去真的还对不了的就如同我们平常的认识来讲的话呢，就像我们说认识扇子，何谓认识扇子？一定要有扇子的形状嘛，扇子的我们看过扇子，我们是不是就知道，当我们讲到扇子，扇子的样子是不是就容易现前啊？那如果完全根本不知道扇子是什么的时候，它扇子的样子是不是就现前不了的啊？好，但是诸法实相，因为它不是有相的它不是很具体的那个现象所以它不是有相，但是呢亦非有无相。难也难在这里，既不是有相也非无相，那是超出一般平常认识的境界，也就是它是透过中道不二所呈现出来的境界，透过我们相对的现象里头呢，用因缘法去打破用因缘法去打破相对的现象，然后在因缘法当中呢呈现出平等相相对的两边呢形成会相对出平等的那个现象，叫做诸法实相所以呢故云呢为正方知啊，一定要到达那个境界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所以呢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体悟到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行语言呢其实都是阶段的状态。那我们平常人不说话也容易，不思想也有可能啦不说话就是静静的，没有不用语言，但是虽然不说话，其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还是会起心动念啊？其实也还有要到不思想是比较难，但是不是没有经验
比方像睡觉无梦，或者升到无想天啊。那我们要进入无想定是不容易，如果比方因为我们在天界是不是还是凡夫的境界啊，如果是在无想天呢，它也是也是不想的，但是这个不是实相，虽然它也不想，但是这个不叫做实相哦，并不是说不想就实相就现前。其实我们说实相的现前，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什么？智慧因缘法的平等性所现出来的平等相啊，那这才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那平等到无法用语言来呈现，也无法用思想来呈现啊，是言语道断，思想也断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体悟实相者不是什么都不晓得啊，其实又是清楚明白的。圣者他当然是自觉自证的，他绝对是一定是清楚明白的。所以我们说哎，越学佛学得对的话，爬得越高是不是看得越远，其实也看得很清楚，不会是糊涂的。如果是糊涂表示根本没到，是不是越下面越糊涂嘛，越上面会越清楚但是呢，这都还非我们心行言说的境界啊，我们习惯心行言说的境界，但是实相不是啊，并不是啊。好，那如何到达呢？那么修行者就是要先修什么？无我观，对不对？前面是不是讲无我观、离系论，然后才能够弃实相？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啊。无我观能够观成。如何观成？是因为我执消除，无我才能够观成，也就是对自我的那个执着要越来越怎样，越低越来越少不是样样都以我为主而这个慢慢的去降低对自我的那种执着那么这里说无我观成呢，我执则除也等于我执除的状态才是无我观的观成，但是呢还是有所观的境有所观的境仍非实相也就是说它这个都还不是叫做实相当我们无我观成，那都还不是实相，因为还会有思想上的好，就如同钻木取火，火钻木取火还没那个火还没出现之前，是不是先有温度，先有暖，之后呢火才出那火一旦出呢，不但把这个能钻的木头给烧了，所钻的这个木头也怎样，也烧掉，也就是是用木头去钻木是以木头去钻木，不是用其他的工具是用木头去钻木，那能钻的木头也烧掉，因为火一旦起来的时候，能钻的木也烧，这个所钻的木是不是也烧啊？要能所双亡，有没有？要能所双亡所以呢，所谓的不二其实也是能所双亡，是不是？我们本来会有能所的对立能所的对立，要去消弭这样子的对立，是不是就是要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啊？能与所是平等嘛是因为因缘它本身就充满了平等性所以要能所双亡所以呢，我们说要体悟这个实相者来讲的话我相除了无我呢，亦不现前呢。要我相也除，但是无我呢，也不能现前。也就是说，不能去执着无我。一旦执着了无我，就麻烦了。所以修行者呢，要把一切放下，忽然间的开悟，即弃什么实相。所以呢，是要把一切放下的这一切呢，也就是心行语言道断
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一直习惯用心型语言在认知这个世界嘛，就不是用我们一般的认知的方式了。然后忽然开悟而弃实相，那究竟什么叫做实相？佛陀不能说啊，这个没办法说了，因为本来就是语言道断的事情，只能用方便啊的方式来说出我们的错误，只能要去去除错误呢，我们才可能怎样实相现前，而不是告诉我们那个现象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循着啊，就说去找那个现象，不是去找那个现象。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有很多错误的部分是必须要放的啊，要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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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诸多错误，那个正确的现象自然现前，才叫做弃实相啊。所以用语言虽然不能说，但是在方便善巧方面也不能不用，对不对？还是在用啊，哦，所以这里说的无生无灭呢，来显示什么实相。我们只能去想象，我们世俗的现象是有生有灭，而达于那里是怎样不生不灭。那这个也还是语言呢，都还没达到，对不对？哦，那我们也可以去想象说，哦，生灭平等，平等的那个现象叫做实相。但是我们说这个也不是语言能够表达，这个都还是隔靴搔痒的哦。啊，也等于说这个还没办法去说到那么样子的明白。哦，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去想象哈，因为幻象当中是有生灭的。我们现在在世俗当中是不是都是幻象啊，都是一种幻象，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很实在啊，桌子椅子好像实在的存在那里。我们的实在会觉得，我们的实在呢，因为我们的定义不清楚，所谓的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在那里是不变，才叫做真实的存在。而我们实际上是不是都在变啊，都是无常，所以呢只要是无常都叫做幻象，并不是很虚妄才叫幻象。哎，这个我们会觉得很实在的东西还是幻象哦，对不对？因为它是原生出来，是不是也会缘灭啊？一样会缘灭哦，是因为幻象所以会有生灭。那离了幻象是不是就无生灭啊？要离幻象那么就是一种极灭，要离幻象啊，哦，所以生灭灭矣，极灭为乐啊，要离什么幻象的生灭。幻象本身是不是有生灭啊？啊，幻象灭矣啊，生灭呢灭矣，极灭呢出现了啊，的本身呢是安乐的。所以这个极灭呢，也就是在形容什么离细论的相啊，离了细论相并非有极灭相可得哦，不要以为说那个叫做极灭相，那又不大对。就如同佛陀为了怕我们执着我相，所以一直教我们无我，但是千万不要去执着什么叫做无我相，那是不是又错了啊？那还是一种错误。所以呢那个极灭啊，极灭相其实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平等平等之相，到底是怎么个平等法啊的那种样子呢？其实到了才知道，对不对？要证悟证才知的了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有极灭相可得，其实这个是不是都透过不可得才到达，反而是不可得不可得才上去。如果可得可得，我们是不是又往下掉往下掉哦。好，所以这种极灭正如涅槃，所以我们讲说涅槃极净嘛，极灭涅槃极灭涅槃极净一样的哦，是因为这个涅槃是透过什么极灭而极灭了什么呢？幻象，离了幻象嘛，哦，它是一种出世间法的相，而我们就是一直习惯在世间法的幻象当中嘛。哦，好，所以我们纵然现在用语言来表达说哦，极灭如涅槃，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是善巧方便说啊？哎，因为语言是到达不了那里的，
哦，到达不了的。哦，好，所以这个其实透过语言文字是不是还是方便善巧，但是也不得不用哦。哦，如果要就近的说呢，那么应该讲说叫做即灭是涅槃。哦，那即灭如涅槃跟即灭是涅槃比较肯定一点哈，会觉得好像是比较肯定，因为它好像画上了等号，如好像很相似了哈，相似还不等于啊。哦，所以我们当我们真体悟到不生不灭的这种诸法实相呢，它就是一种涅槃的现象，涅槃。所以呢，这里说如啊，如涅槃是因为小圣学者所知，生灭是生灭，涅槃是涅槃。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相来想，从相来想，我们就说 A 就 A 不会是 B，B 就是 B 不会是 A 嘛，所以会认为 A 与 B 是什么对立的啊？生就是啊，生灭就是生灭，涅槃是涅槃呢、啊？这个是不是生灭与涅槃怎样是相对的两个现象？所以小圣会想要怎样出离生死，心入涅槃，是不是有出有入啊？他是用出入的方式哦，啊，是用相来想，啊，而不知道一切法本性涅槃。因为小圣对法执的部分他是不处理的。小圣是不是只处理所知障啊？不，烦恼障啊，我执，对不对？只要去破除萨迦耶见就能够解脱，他不需要去观一切法空哦。前面是不是这么说的哈？关键会是在萨迦耶空、萨迦耶见的去除嘛。如果一直观一切法空而不知道萨迦耶见的啊的去除，是不是也是不得解脱啊？哎，所以关键是在萨迦耶见。所以以小圣来讲的话呢，他就不管这些一切法的本性涅槃，对不对？因为他的心量是比较小，他只求自己的什么解脱而已啊。好，那大圣呢，是不是就非常重一切法无自性空啊？因为大圣佛教是不是就用性空的一个实相印啊、哦，那么来表达所谓的不生不灭、本来即灭、自性涅槃，这是不是圣者的境界啊？啊、哦，这个我相信我们也逐渐熟悉了哈。纵然没，当然离那个还很远，但是我们起码啊、慢慢的熟悉哈。啊，跟小圣的学者所说的是不是不一样啊？啊，是有差距的。所以呢，就引其所知为例来说明所谓的即灭啊。那么，所以呢，以小圣来讲的话呢，是即灭如涅槃。但是如果大圣呢，即灭是涅槃，其实是不一样的。即灭是涅槃是平等啊，即灭如涅槃呢，那么它会是比较以去除我执为主。因为在法执上他没有处理，所以他不等于，他也会不等于，但是他非常接近、哦、非常的接近。因为也等于说只要去证到涅槃的境界的时候呢，其实个人就可以获得解脱，就有机会获得解脱了哈。好，那这个当中呢、啊、有疑问的哈，也就是说空中既说空不坏缘起啊，那当然实相呢，它是不是也应该不爱缘起啊？缘起不爱实相，那为什么在体悟诸法实相的同时呢，一切幻相呢？啊，一切相不现前，这里的一切相也就是在讲什么呢？幻相，因为那个是实相在现前嘛，对不对？体悟诸法实相的当下，是不是就是实相的现前？而那个幻象是不是就消失掉啊？我们现在是一直在幻象当中，而根本就证不到实相的时候嘛，啊！但是呢，我们说那个时候一旦是实相现前的时候呢，这一切的幻象其实是不现前的，啊！那么似乎好像
有一点障碍的感觉了哈，因为所谓的缘起，缘起它其实可以有幻象的，就像我们说，哎，我们可以透过缘起看到这些现象，什么样的现象？缘生的相，缘灭的相，那是不是一种幻象啊？其实也是一种幻象，我们在世俗当中是不是呈现的都是一种幻象啊？那当实相现前的时候呢，那个幻象是不是就不现前了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了哈。那么也有人说啊，空中呢说空虽好啊，但是不如说即有即空，即空即有来的圆满啊。会觉得哎，空跟有来说的话呢，好像就是应该平等了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光是讲说哎，即有即空，即空即有来说的话呢，应该说在平常我们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哎，而不是在那个时候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相有嘛，的当下是不是性空的，性空的当下而能呈现出什么相有来。不过性空的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相有必须是正世俗的相，而不是倒世俗的相，能不能呈现得出来啊？不行哦。所以前面也讲嘛，不依世俗地不得什么真实义，是在讲说在正世俗当中可以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哦。但是如果倒世俗，空不见得有，性空是充满一切啊，但是呢导世俗的东西是呈现不出来的，这样懂吗？何谓导世俗啊？哎，我们就在哎再回想一下哈，从根净世来说，根眼根上面的啊，我们眼根上面得了飞蚊症，我们看到明明有蚊子，实际上是不是没蚊子啊？哦，不因为性空，所以大家都可以呈现出那个蚊子来。这样理解吗？哎，因为那是特殊状况，是因为我根上的坏才呈现的。哦，还有一个是什么净啊，哦？那个看到的那个筷子放到杯子里面折成两半，实际上没有啊。那个是不是也是导世俗？哎，并不是真的有那个什么那个折子，就是说拿出来筷子并不是长那个样子啊，对不对？就像倒影也是啊，啊，倒影也是，天上有一个月亮，倒影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月亮啊？那个月亮也是呈现不出来哦，啊，只是看得到，而它是倒世俗的啊。比较麻烦的会是什么？事上面的意识上错误的认知啊，尤其在修行上面，其实有各种宗教。那光是佛教有各种宗派，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修行方式啊？那这个就得要自己去分辨了啊。有一些呢并不是正确的，一旦不正确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就会变成所谓的什么导世俗，哦，也一样是导世俗呢。哦，好，所以呢这里讲的即空即有，即有即空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现在可以如此的去体悟，而且是在正世俗的状态。那么在呈现出来的时候的那种实相的现前哈，倒是呢它会有它的啊更严格的一个啊定义了啊。那么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再继续看哈，依空中来讲的话，是因为有波瑞智才能够悟得什么这个毕竟空啊，在一切幻象呢不现前啊。其实也就是说是透过波瑞智慧的性空而呈现出什么相空来的，而呈现出相空。
那如果一旦有幻象的认识的话，那么就是会呈现出什么语言的相，一旦是语言的相，那实相是不是就现前不了了？其实他这个在第一个阶段那个实相的现前呢，其实幻象是不现的。到慢慢的，我们说要到幻象跟实相要能够平等平等，那是不是已经五地了？五地以上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只有实相的现前，而怎样幻象不现的，幻象不现哦。而我们在这个以下是不是一直在幻象啊？因为一旦有幻象是到不了这里的了，所以他要先有实相的现前，而到了五地之后呢，这个实相其实因为它非常的少，它的量很少，所以我们常说它不过就像一道曙光，那曙光的量是不是很少啊？而且它是穿过了云啊，乌云密布嘛。到慢慢的，因为它这个实相又会怎样，又会消失掉，也不是说消失了哈，就是说它是我们的幻象，应该怎么讲，我们在这里其实是充满了幻象。何谓幻象呢？就是缘生缘灭，缘灭缘生，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是不断的在变化 的这种无常相叫做什么幻象。而这个时候呢，好不容易某一个部分啊，正好是我们能够怎样能够去控制它，是因为是怎么控制呢？透过智慧以外，还要有定去扶住它。在扶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好不容易出现一点什么实相，而我们这个时候正好集中在看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幻象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集中在这里，然后慢慢的实相会越来越多，幻象越来越少，到五地的时候呢，它实相跟幻象会平等平等，这个时候才终于平等。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相互消长的，这样理解吗？它还是相依相成的，它这之间是不是还是互通的？其实它还是互通的了。所以当实相现前的时候，其实幻象呢是暂时不起作用，暂时不起作用。不是实相去妨碍了这个幻象啊，而是我们去，其实等于是他用定境去怎样去把它扶住。是去扶助他才有机会现前，而我们的那个注意力正好都在那个实相上头，其实是在实相上面的，好，那么所以在第171页倒数第三行哈，所以说悟实相的时候呢，一切幻象不现前，那么是不是空会破坏这个缘起？它不是破坏，其实是一种什么调伏，扶住它，不是去破坏。因为一旦不去扶住它的话，它一直在我们的那个自信妄执那个具生我执啊，第七意识的具生我执一直在作用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在幻象中，也不得不去扶住它，让实相有机会怎样现前啊。好，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缘起跟实相其实它本不相爱的了，它是不相爱，不是实相出现的时候去爱了幻象，是我们透过修定的方式去把它扶住，它才有机会现前。
因为它的量是这么的微少的，所以是需要在这个也是有功用恨哦，啊，有功用恨嘛，啊，所以他其实还是不相爱的，不相爱，啊，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好不容易能够去扶助他的时候才终于现前呢，是我们自己去怎样去扶啊，去扶助他。好，所以呢，我们说修行即要在缘起法上去悟什么自性的不可得，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性空，是不是还是透过缘起性空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啊！啊，所以呢，菩萨修行的这个方便善巧来讲的话，啊，导师这里就讲到哦，可以先集中一切力量来观诸法无自性。而缘起不爱空心哦，诸法是不是无自性呢？诸法一切是不是都是性空的哦，那性空它哦，就是说缘起它是不爱性空，而性空是不是也不爱缘起啊？性空空哦，缘起性空它是不相爱的了，它是不相爱哦，但是我们要先集中力量来先观什么性空，性空它不会爱缘起啊，那缘起也不会去爱性空。第172页第一段，再进一步集中力量去遣除自性，去突破自性，来让什么幻象亦不现前，而不是去破坏了幻象。哦，是让幻象不现前，有没有？实相是不是才有机会现前啊？遣除自性嘛，突破自性，让自性妄执能够获得什么？获得调伏，用定去把它扶住，让它不起作用，幻象才能够怎样不现前，而不是把幻象给破坏掉。幻象其实当那个定力过去的时候，幻象是不是依然现起啊？幻象并没有被破坏哦。啊，所以我们对幻象的认识来讲的话，只是世俗的名言事而已了。我们的种子里头是不是有名言种子啊？哎，其实我们说，哎，这个名言哈，来叙说世俗的种种现象，也只能叙说世俗的现象。其实我们说实相是没办法叙说的。啊，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到说，观诸法自性空，究竟不可得，是圣意会啊。因为这种智慧现前的时候呢，那么则无什么幻象。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根本无分别智，因为它是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幻象，也自然不会有幻象，不是去破坏它。而是去让它呢先不起作用哦，所以这里讲嘛，并非破坏哦，这是透过调伏的方式了，暂时让它不起作用了。幻象是不是依然存在的？其实是依然存在，而且那个幻象出现的几率还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说那时候的实相是不是它的量很少啊？哎，其实是量很少哦，所以最后菩萨是从空出假，再见一切法如幻如化。哦，从空出假呢，那么在第90页哈也曾经讲过，我们翻到前面的第90页。第90页的倒数第二行啊，大圣说初地菩萨悟一切皆空，有没有？之后呢从空出假的，这个假就是幻象，空是不是就是实相啊？空其实就是实相啊，从空当中其实也还是会有幻象的出现，
叫做从空出假，出地以上从空出假，但是到五地空假同观啊，其实也就是真俗无碍，平等平等。到八地呢，即空即假，任运见中道啊。八地以上是不是就无功用地了？也叫做即空即假啊。我们刚刚讲的，哎，凡夫地上我们也是用即空即假的想象，但是八地以上是验证，它不费吹灰之力，空跟假呢是任运自然的，是无功用地的。好，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